廖卓菲小出走日本拍 MV， 获拉成员吉井香奈惠赞靓女。星梦小公主姚卓菲 Chantel 日前趁学校放暑假在新西兰回香港，一落机就去了发型屋美容中心扮靓。扮完靓靓，原来 Chantel 另有行程。昨日在社交网，她上载了正在登机的照片，留言说又要小出走了。有指她今次去日本是拍摄新歌的 MV。Chantel 继而分享同日本偶像女团 LINE 前成员吉井香奈惠的合影短片。Chantel 还获对方大赞Girl， 令 Chantel 笑得劲开心，亦都指对方同样靓女。郑安琪剪短发十足大细路，网民被素颜 look 吸引。K 郑安琪啱啱完成剧集《发如情》的拍摄，寻日去到发型屋，将一把长发剪短，仲喺 IG 上载咗片段。发型师一边剪发，佢就一脸期待。完成了之后还摆出耶的手势，十足大细路。今日 K 贴了一张朝头早啱啱起身的相，留言好喜欢新发型，笑指朝头早起身冇变成晒牙人，头发随意用手整理一下就可以出门口，大叫正正子。不过似乎大家都被 K 的素颜 look 吸引。傅佩嘉留言问 K 是哪间大学的学生，网民亦都表示 K 的短发好好睇，不论长短都一样靓女。